让他停下就行了。完停，我挂。心想是什么时候心想？不太像有重病一样的，也不行，精神牛的，我看你穿个红怕他干啥？咱都回家了还怕他干啥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小弟弟，快点。这地方好啊，拿出绝了不错。范正哪有范正俩字？这么有底线？你照片。今儿白天上班，嗯，这晚上是下晚儿，什么白天？哎，我说叶子不行哈，叶子呀，你现在你没检查检查这情病怎么样？哎，行，挺好。我不是坚持你回来吗？坚持的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就是你要身体保证好，我身体都比你好多了。哎呀，我看感冒都很少有。你红光满面，但是不过现在是正常，那阵儿去看好像是。是哈。我今天早上就看用电管上火，给我们录一个。我昨天用电热水洗澡，自己做个面条，早上来，让大哥给我们录一个。也没有那些东西。哎呀，姐夫这终于给你看回来了。行，总算出来了。总算出来，自由获得人生自由。英雄，你是我们家英雄，凯旋归来了哈。英雄。走吧。挺好的。这几年给你们拓垮了，真的。终于死了，行，终于自由了就行。这个李艳玲比这个放松些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还给范总自放生了。没有碰，这都是你们俩的运动。大哥。做什么不都应该的吗？都是全力以赴，包括我们两家。你抽的中华。没事。我看见是华子，大哥，我不抽烟。大哥好像大哥不抽烟，我俺家四个，我不抽烟。俺家四弟兄四个全不抽。抽烟呢？哎我的天，弟兄四个都不抽，还不会抽。好，你戒烟了没？你戒烟不行啊？有没有？
你抽烟啊？我抽烟。没事，你这不硬抽那么多，你不抽明白？哎呀，现在在那不是大哥，他得的病跟我四年啊，很少，五年变了，接近四年半现在。为什么要效果好就别换，就老吃？就是你进去半年，几个月没到半年呢。完再一个，我看有一个那个报纸登的，多吃西红柿。好。啊，每天吃西红柿，心情好一点。行。哎呀。你一个啊，大嫂一个。有病啊，那个谁，大哥家大嫂身体，我听说他那个甲状腺不行啊，但他是外边不显露的，动手术。我也是，我也嘎过，和大嫂一样。你这也嘎？嘎了。这行啊。嘎了，我你转移到这来了？我没转移，但是就是以为是转移了呢，其实他就是那种甲状腺瘤，就是这行啊，你。磨那还多了。小乐啊，出去读书。啊，小乐他就养活读书，那些读书钱，你得供他钱吗？嗯。不打工了，那个。他不打工现在吗？打工了，现在。打工挣点。挣，打工自己养活自己。哦，这里原来有个原来这么个孩子。孩子让二姐给扒了。这是嘎了，你不要一些。你二嫂说那地方当害。对，台子没有了，你看房没有。当害吗？那地方吗？给打了，你好好看看你家，啊、参观你再好好参观他。参观你的家，看看。这是马前江月的吗？就是你，哎，江月的书。没变化，没给他动啊。前江月自己，我们都没有来过。二姐走以后都一直放着，一直没来。他什么时候就这么扔就走？对。哎，行了，哎呀，就是那个，这是他们给收拾的，就收拾了吧？对。他给收拾，对。开多少班？收拾。你们收拾的，都收拾好，明年你姐就可以回来了。啊，明年说了说了，就回来了，所以给他保留着，对不对？保护着房子，别卖，是不是？那也不缺那钱花。好，这回你回来了，这回好了，这家。哎呦，我就想，我一看这房太豪华，和监狱比较，这太豪华了。啊。进来看一看吧。哎呦呀，这多少年啊？五年。这个屋了哈，我给你说讲评哈。他说录一圈啊。哎，对呀，你把他加。录圈完了后呢，给他，让他在那个加拿大看一遍，看自己家。没有变化，你好好看一看吧。那个，这个就是都收拾干净了。这个地方的柜子啊，二姐都不要扔了。原来你们家不是你扔吗？啊，他就扔了。他说的拆那个柜儿时候，嫌大害，他就不扔了，他说不要了。哎呀，书又来了。这个书啊，都没有了。原来都这样，因为他。一听你叫的书，赶紧进，赶紧进。他得去配，他原来那个钥匙啊，废了。啊，你给二哥吧，咱们回来，咱们敲门去吧。不，我去给他去了。他得给配完到那活里。那谁，那个你三弟，我打电话了，你说一家都来啊，一家都来。那个大嫂呢？一会儿来。啊，一会儿来哈。好好录录吧，给你们家录录。哎，姐夫。这和监狱比较太豪华了。
这像酒店一样。我去电缆，哪有那么逼？你怎么还能和监狱比？好，小乐明天呢？那小乐一举一动啊，这是打。明天中午。啊。哎呦我天。那门铃怎么还接呢？门铃怎么楼下不好使呢？不好使。这太麻烦了，来个人还得下楼去开门。没弄的，这是。还没修好，没事儿，等过两天找物业来修。还有一个，他是懒得热水器给他关了。这是卧室。等着老五晚上大雨。哎，窗帘他们给安上了。哎，那别那你想喝那个白酒，他不有一个分酒吗？我讲这个事情啊，说一个事情啊，哎、四个事情。这个刚才送给谁了？我不知道。那我钥匙给你哈，那这个钥匙啊，去把这个钱。快坐着坐。没事，没有错。坐着吧。一会儿咱二姐打电话，那几个送来叫来。说这话咱妹妹可骂，是骂的是吗？绝了，跟你讲，花那个六三九七，还有，哎呀，走吧，和你弟弟喝吧，和你弟弟喝吧。哎呀，再说我跟你讲哈，为了氧化都不利。哎呀，我天，我还是喝你这个菜。这是这么贱的机会、啊、哎呦我这哎呦我天，这人生呢，这多少年了、哎、这是可惜盖没盖好漂了，就是那个什么、那个跑掉一些啊，跑掉一些、哎呦我天，太好了，哎呦这个你知道这是正经生的，正生的啊，这是正经生的，能不能喝了大哥？能，五年不是吗？这越生越好，关键你那个密封好就行了。哎，没事，这个酒，没问题。我没想到，我给你，这正经肾，这是那个什么一个大夫给我的啊，山肾。年龄行，太高兴了，今天就喝这酒，就喝这酒。这个帘儿是不？哎，这个收拾挺好，收拾特干净哈。行，因为我那天我先进来的。妈，灯泡我没拧上那么多，拧多了费电。行了，中间这设计中间是单独的嘛？他这好的事就是说，你要想用中间灯是单独的。啊，这不见了吗？这不中间灯要用这个用这个，用这个用这个，你看。昨天我们就拧了四个。啊，是吧？他怎么他灯泡那个底部啊全进去了？拧多了太费电了。全进去了。他们抽这档次的烟。哎，你给他们。然后哈，不抽烟，烟我抓去了，我就老会想这个酒，我想，哎，这个酒回家喝自由酒，这个有档次，五年。你回来肯定喝酒，你的胃不都养好了吗？你这唯一的寄托就是酒，真是的。你白酒少喝啊，你那个胃不能喝白酒，你就点菜，今天就是都有你要，我们安排两桌。别上台。啊不。你不要客气，今天是全权出场。在哪儿在天？就是这下面的。啊，这老五这个岗。行吗？行，这最好的咱找。换一个。不要不用，我们就在这，因为这个地方姐夫最爱吃这里头的菜，你五年没吃着了，就先在这吧，这离家还近。嗯，小飞那头都打电话了，一家三口都过来。现在几点呢？9点半，那个要不要给那个玉兰老二打？不用，哎，我们不麻烦人家，哪儿人家？打电话干嘛？他也是。咱们自己花钱。到时候自己去就完了。对。上去干嘛？你妈开销太大了。找个小地方，前面吃完饭。完了，我们今天吃完，你明儿开始自己找一个小地方的。吃点。待会儿一块儿去啊。一会儿的，他们现在不知道你。大嫂过来了吗？大嫂，哎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快走了。这往一往那走了。看自己够了，今天就够了。我给讲清楚了，我看。你就注意一定要稳点行，别乱动了。我那是不是去的？架好了，还是架好。也不好用。带的不是。啊，不是卡。不行，你摁一下这个。哎，这样行，抓紧了。好。哎，我老虎。行啊。
这我这头天演了哈，就演回来，我不演头全没了，你根本不用看，我这演的头啊。到莱阳，我好好带你。你要在那里犯人哈、啊，就是那给警察演头那个哥给我演的、啊，我演两次，上次我试试看效果怎么样。那得行啊。因为我是十五犯，不是吗？我上这以后就不遭罪了，我觉得难怪你在那个网房店啊，我遭罪我干过。我们看你在这儿就不遭罪了。网房店是、啊、是劳动，劳动不遭罪。啊、对劳动，你看我的时候，我刚到。那小飞怎么说？上次他看你说你脸胖胖当当的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在乳腺队的时候，进的头三个月那是早的时候，因为我干体力活，就是减肥带什么，嗯，干不动。他皮下本不是我干不动，他规定我可以不干，也可以干。那我能不干的是他拿着去都是现场叮当叮当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就干得了呗、嗯。他没给我制定什么任务，但是这个毕竟是体力，那个噪音再加上那个那里面的环境空气什么那个噪音。那时候身体不好，在住里头也不好，那时候一百多个人的房间啊，你看怎么说？还我去看高的时候不让洗脸，是的，全死，洗脸都完了，那个没有水，洗澡没有水。你那什么好了？什么？你会有快来电吗？贵啊，白癜风自己不是好了，已经减轻了，基本上好了，自己好了，这么回事吗？不知道怎么就放了哈，完了手好了，但嘴上还有一点。没有。有，再吃点药可能就好了。那贵自己，一般都挺难治呀、嗯，自己反倒好了。还行，我看完了就是刚到南关林监狱的时候啊，遭了点罪。从那个零三年啊，嗯、是那个2003年的4月9号进去，对不对？6月26号调监督岗，完了就不遭，就十五分就不遭罪了。还我自己还有个办公桌，就在走廊、嗯、大走廊啊，它100多米大走廊，我坐那个值班。就他们走的人呢，必须我通过才能走，稍微多得多。你一开始去是二姐给你，还少一点。后来李飞到莱阳以后，掉路了，他走路不好。嗯，我想检查一下身体，看看有什么疾病啊，嗯、治疗。你到莱阳，你全面检查。也可能为什么我不愿意？明显好吃，好坐，没事，坐会儿就好了，坐会儿。金老师。老三想他哥，你想，哎，老三，一个一贯的情绪激动，哎、不他了解呢，你哎呀，好，是哎呀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快、哎、快来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哥们好，哎呀，经历这么多事儿呢，哎呀，我也觉得，你看我脸上点青吧，哎，你说是你先，哎呀，蒙我，还有我蒙了，是啊。啊，还骂他俩，他家没有鞋了，你们就进来吧。行行，叫苗哥呀，没问题，不要紧，你看一两了，哎呀，还骂他们，一天到晚能逼的，一天跟他逼的。有事也不跟你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昨天晚上我跟燕玲，我没打燕玲电话，怎么老打不通？我就搁网上俺俩讲啊，你讲了吗？讲了，我讲，发邮件。能发邮件吗？这个好几件。哎，大厂会发邮件行，会打字啊，会啊，那行。嗯，那哥，我就这两天呀，对，就是有病啊，就是老是寄托呗。啊，想打网络游戏。哎，那你像我一样，我也是。那我没的。那我没事儿，我一看贝贝在网上，我就说贝贝，我就跟贝贝有时候聊聊。嗯。这你反正时间你不睡觉了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哪，我当天他睡不着。啊，还有时间差，时间差。一般早上上网。他不会同步给你是吧？他不会同步啊。他不会，他都把邮件给老了。老了。老了哈，受了不少苦啊，吃了不少苦。没平，这样没平，这几年哈，你要是活着出来哈，就是最好最大最大的成功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成功了。当时怎么想？对，还不都是乐的，两天没睡好觉。你到寻死，他死里边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说？又最后又走，嗯，我爸后来担心，好了，你看信号有，他出来跟我演，我天，哎呀妈，这我叫上班行吧？你现在在哪干？还在呢，还在老地方呢。哎，你可受多了，你要注意点。三弟，你得看图文标准了。我头几天没发过眼色是吧？你犯人够严的，你管叫野话就给我留点面子。长脸怎么出来的？没办法，长长了就少点。抱您炕上还哭。是上头留下。你怎么说那降标？降标你还没有降标？哎呀，终于拍这一天。没有降标，我没想到，我还坐上这个，再坐上这个大沙发，给我抓走，真的。刚才那是庆典，十万，庆典十万拿上十万，不吃不吃，小孩不老虎，吃吧，吃了，一定要吃的，吃吧，然后拿走。这信号是有问题。
哎呦，这小伙儿几个就是我年轻形象、哎，我年轻的就是形象。太累了，那天大伙儿来收拾也都累坏了、啊啊啊啊。我年轻时就是这个气质形象。要不我爸的事儿，我就年轻不但瘦，指点江山，就是这个形象，就是咱家的江家的形象。有吗？啊，我看到看看这个什么，全是啥吧？不是在写上走呗？啊，好多玩意儿太懂了，走。我是我本来我也说不走，骗走心了。我是他妈的噻，这可咋死他妈？好沈阳，哎，你们好沈阳的，对，给他那个泥光，对吧？你也不能那个，对啊，对，他泥光，现在调也不行，调的。一直玩挺好，现在才换，应该换两年了吧？哎，这挺好。现在这个姿势怎么学的？这样，这样，小伙，现在小降萌长得多好啊，小伙。看降雷，这是降雷，降雷是胖，那个小伙是苗条，是胖啊。身体行了啊，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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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
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什么时候？二十号。啊，老叔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老师四号到的，我爸爸来的。你是我邻居啊？没事，没事，坐吧。身体还行吧？身体啊？你看我身体怎么样？我也想看好。啊，想看好，没事。你眼睛都歪了，头歪了，全都歪了。啊，这是眼睛啊。啊，对了，咋的？五十岁了，今年才啥？对呀，五十岁了。老师，你先身体行吧。老师，啊，老师，老师都没看着我呢。啊，没看着我。没有啊，没看着我。我老师激动了。激动了。是，我年龄太低了，很短的情操。你现在注意没有？我都在上课呢。注意的还有啥？干什么？饮料让雪碧吧。我经常给他打电话。在鲁陵上香港骗旅游。让他等等啊，让你等。我介绍你。八月份来一场，八月份转变啊，八月份转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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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这儿啊，这一个。你说飞，他这有意思吗？气质啊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说话呀。我家没事儿，我不是能说话，还能吃饭。等我走了，看你走了，你还能见两面。不是，我得等一下，没事儿让我等。我给你打电话，我打电话告诉他，我说我领着孙子去旅游，我一个证件是没问题，是吧？这样的话一直到一直怎么着呢？他这个，我妹子有人证件，妹子吗？他就是骂的，他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后来就是糖尿病，得了心脏，然后那边一转心脏，我知道拍照吗？录像，那你要拍照也能，也没劲。拍照一下，别拍啊！哎，照一个照。行，我看一下。真的。哎呦！等，好了，照完了。好。拍完了没有？别，你拍。不是，完事儿没。哎。别着急哈，我先给你录一下，录完再给你照啊。好。你们可以说说话什么都可以。随便说，没事。哎，他这个动向啊。谁呀？这。不是，他当那个，把那脸都得上，他想。到底是谁照？沙宁那边照的。就照那边照。照的照。拉了吧。对。行了。嗯。好。不录都没关系，你放心吧。哥。啊。我老出来，你单独给。哎，好。拿回去。闲一闲。给你弟弟看看，就是说我录完以后，我回去随时可以拿起来，拿张好要哪个。嗯，对呀。刚才那就拿掉，这不就是那个镜上有他的脸上，镜上的。啊。来看一下啊，照完了，早都照。哎，你们觉得好就行了啊，没事儿。哎，好。
好。好。啊。这啊，这是五个女同胞。做完了哈，哎，做完了，这么好，哎，我得说话呀，讲啊，那啊，随便哈，随便一点，啊，随便的哈，哎，哎，行了吧，好，好了，好，在矿里边，啊，在里边啊，四个在里边，在，在了，好，哎，好，哈哈哈哈。好了，还有谁？不是你们的全体来，全家来，你们全家全体，全家啊！啥？你们讲的吗？马上就到。今天电话簿怎么那么多？头发都湿那什么的，还穿这个背心。哎，好，自然好。哎，好。好，行。后文不降雷和那个两个小上前面来，不行，哥弟带上，带上就跟带一块，带哪？带下去，带下去。趴着点，趴着身上。这样，你脸上一定要都露出来啊！啊，这样蹲着也行。哎，弟，你上去了，你往这来。哎，行啊，现在听好了，现在听好了哈，我看我上哪去，我就跟着第一队就行啊。那你在这儿，大哥这儿。我看哪去哈。啊，我上去。一个茄子蘸酱。哎，对呀。茄子。胜利啦！录了，咱现在在路上。盼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，今天我呢也是代表我二姐吧哈，再一个代表我老父亲，虽然他过世没有看到您，一直在挂念的刘顺您，老叔今天过来了也是这个意思，带我爸来看看姐夫，这么多年的煎熬在里面受的苦哈，姐夫终于获得了自由。算我们家的英雄凯旋回来了，以后的日子还长，就多多保重。再有一个就是，我们也借着机会，全体的姐妹哈，哥兄弟，我们今天相聚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这也是一个机会。我想呢，新的一年也是我们这两家的新开端，好事都在后面。从2006年起吧，我们两家大团圆。就祝我们每个人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好，来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看，这个我们空间不是给您啊，来吧。大哥，哎，行了，好了。不吃虾呀？这个吃啥？海胆。海肠。他不爱吃虾呀，他就是虾，一会儿有什么的那个不过老师你是母系之人啊，谢谢愿告人啊，因为我的事受了你我得帮我们一起敬好回老人，谢谢好，好，谢谢我要先上来，谢谢我谢谢谢谢我承认这信啊，你慢慢喝，悠着点，别走太快，别啤酒，慢慢，啤酒没事。我顶是越慢慢喝，是吧？看你搁这肚子起来，是吧？你是个排位师出身，知道吗？我们开多少桌？你那有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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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胖了，我不也胖了。现在我不想不管太胖了。这两小孩哈，要推荐给你带走。这仿佛是我年轻时代一个新的版本。我年轻就这样啊，这不是吹牛，我年轻的时候。哎，这家小孩都这样。趴下一瞅，他那侄儿这个高兴。嗯。这俩小孩都棒。我今天怎么怪穿一样衣服？啊，真的那么巧呢，两个孩子都穿一样。有缘分，个儿高，他长得也会。你拿点餐巾纸出去，拿啥？结婚了在路上。现在，现在能到网上吗？到呀，一个多小时。那不用找了，他来了。嗯。你慢慢说。对。嗯。这心情就不错。那天咱俩见面的时候还没面上，吃饭呢，咱在饭店里，厨艺上饭店吃饭。我说你这口子挺好的，我还比你高。那是这性格。敢让你。啊，不让你，现在你这就是看，就你一个看，就你看那你年头这个，啊，就不让人家了，不让人家了，那你，他妈妈人家，白的没有，没有。亮亮呀，这会像不像你想象的吗？不一样啊。我们那个行业都还是全暂时呢。能找个工作不容易啊，我告诉你。好找啊，是吗？好找。我干点好的，没事吧？就不错了。来，给报了。啊。这个什么？而且我家里价格就不错了。你咋的？好了，那没说说呀。这咱的本事，对不对？就有这本事。气的，这个气的。你换了。我小时候在大连上学。啊，在哪儿呢？东关街。西岗东关街27分地。听我爸爸讲过。啊，讲过哈。啊，讲过。嗯。我们日本投降以后。讲过的事。日本投降以后走的，不走了。当时我没上哪儿上学，我在大连第一满小学校。啊。一个。现在带了几年？一共就行。要不要带几年？跟日本投降以后，我们走。啊。那时候大连生活特别苦，吃不上，喝不上。后来你是那个压力大呀，在大连做市长。姑呢，在大连完成小学教学，我在那上学。你岳父在那个日本福建机工程。从来没喝过白酒啊！我从来没看过。喝一盅脸就通红。哎，今天是不喝了。喝利酒回来当兵。什么？哎，我说你刚才电商地球啊？对，哎呦，你看真是。对呀，怎么样？长命百岁，我水平挺高的。啊，那当然了，一般的水平，一般我都不。这你不了解，这你不了解吧？是啊，一般水平我不可能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业绩，一般人都不告诉你。一般的，什么都是烟灰。二哥，一般人不告诉你。啥事不见？这都五年不见，那能差多少？对呀，中间也见过，目前没看到。那一般人不告诉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广告，一般人还不告诉你。哎，真的。党上党是挺高，你说有他听不懂，一般人不光打你道理，听不懂。那是那个高，那他也看电视啊，还是不高。你看一般人不告诉，是这样。他这意思是一般人告诉，对不对？一般人告诉，儿子天天不来，他群里面老是。小飞呀，你给我吃点小飞呀。小飞呀，你给我吃点。你怎么又不说话呢？嗯。那玩意儿关键太严肃了，一个小弟是那个讲正经的哈，讲课教授课教授一样，太正经，稍微得换乐点儿吧。没事啦，一天啊，一天吃点吃点儿吧，哎，以后那事儿咱就别唠了，咱就唠以后。哎呀，你这个讲说什么？乐乐，那
你六六二六的卫生你一样。对，你六六五。这很正常的。你俩啊，你俩。他俩今天巧合，好像不会加选，对，商量好了提前。不是，小美没点样，谁说巧合的哈？看来也是。不是，就某一个嘛，书记让坐着。哎，没有坐。听着，书记给坐。给咱俩讲。哎，对对。哎，再讲两句啊。讲两句。快。那书记二大，二大爷，二大爷。哈哈哈！叫毛叫二大爷。叫毛的是二大爷。漂亮。哎，笑场啊！一句一句都好。你小伙子像外国人，干啊，真像外国人。二叔子，干，哎，你这干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不认识他。老崔什么？你上学上学的？啊，上学老总啊，老总怪我的。你吃完饭去散步啊？他们家孩子，文文也是，文文也上。对，今天二年上吧。什么？文文去年也上。啊，高二。高二。哎呀，他俩这心情以后可刺激了，让他俩互相的，他互相的那斗，非缺点他们俩。我之外，我因为挺好，精神也挺好，气色也挺好，嗯，咱们老李家这个这两家老乡的这个灾难应该结束是吧？明年就是好咱们的好年头是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啊。嗯，好，哎，行，哎，绝对，我主个声，行，你说我说你说能记得，行。哦，那么远听清楚啊？哎，行，对，那不是，对，他明天上你三妹那去啊，就这样，回见吧啊，啊，好好。好，再见啊！好，谢谢你，拜拜啊！红梅，你给你对象领了？嗯。你不答应你对象了？你有孩子？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对对。那谁那个？我明天就回去，你得罪他了。不让你明天。这闲是。红雷啊，这闲没有，那个像大爷，没有他爸爸，给他介绍一下，叔，得把这个衣服再说说，这个叫叔叔，这个叫三叔啊，这个老叔，这个老婶儿、三婶儿，这个是大婶儿，见过，见过，见过，你都变样了，胖学了，好，那个你喝饮料吗？行吧，你看我身体也行哈，行吧，行，喝饮料，这里，反正八一都给拿来。上次那个，他领着对象去看我，叫谁呢？看谁呢？坐都没有，都没有人了，他们都撤了。我坐这。嗯，坐哪里？白酒。啊。那个俩孩子还吃不？还不吃啊？还不吃了，吃饱了。白酒倒满。倒一杯。好，倒满，倒满。我给你倒白酒吗？我不喝白酒。我二叔那个小半杯倒水。哎呀，眼睛不让喝，我要小心点。嗯，行，慢慢。眼睛那你喝那么多不行。啊，对，他胃也不行。不是你不知道明天霍家班？对，不让来，先吃点酒。我告诉他霍经理了，吃。管他吃，我还干呢。快吃，行，快吃。历史成功吃了，吃点。行，吧。有。红来喝啤酒，送你怎么样的？饮料，送你怎么样？光吃，那我也干。干什么？你看看。啊，几点出来？干什么的？九点半的。九点半。九点。嗯。你开嘛？啊。四点开酒。开快没快开？还开那小车？还不敢快开。送煎饼，我那什么那个。是得开完了。忘了上一会儿钱。啊行。热的。啊。那个鱼棒鱼不好。这个鱼。行行行。上那边那个汽车那个熊啊，对，好了，那去了。
有了，住大楼的五十几个，你啊。就这什么死法真的不能这样说的了还是孩子也不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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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几个小时，是吧？这个是吧？我第一次来这哪儿的时候，结业的时候还没有人，没有警察，没有警察，没有警察。那我不知道，我没在外边儿，那是。不，就是结业你的时候，吃饭嘛。警察看了。头一次没有。啊，对，没有的。第一次是，第一次是有警察，警察交给犯人处长，那他去提，犯人处长呢？对。我那是在法房间那时候去看的。还是我来个啥？来过。有一次你直接就走了，看完走了哈。五年了。快，走啊！你说。老给那啥，劳动啊，劳动改造的。哦，对。那是那海螺。造对。真是劳动了。在这儿。三个海螺。麻薯，他最早的薯薯的大薯，二肉，换了别的地方。对他不去，他不麻薯，猴子。